者不是在这个位置上并不紧张，比如说我并不紧张对这个比赛，但是在总教练这位置上他的压力肯定是比别人更大一些。连续顶住，但是这个球一直直线没有摆脱，让印尼队20-16获得了第一场比赛混合双打的长点。最后这几个最后这半局呢，其实徐晨和马竞在场上的思路不是很清楚，一直没有能够摆脱，现在还差4分。印尼队进攻，再挑起底线高球，杀飘了，哇，这个球是个运气球，艾哈曼德这个球没有打正位置，反而出了一个更好的效果。